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哈，其实你在红日上学期间哈，一天的生活的节奏是怎么样？就大概早上八点起床，八点起床，然后洗漱、吃早饭，九点上课，有时候上到十一点，有时候不忙的时候可能十点就下课就回来了，但忙的时候可能得一直上到三点，没有时间吃饭，这样。然后，平时有空闲时间会约朋友排练，或者说去打打篮球。